去日本旅行，你能想到哪些目的地？京都、富士山还是东京、大阪？对我而言，肯定是北海道。机场我上了个厕所，错过了大巴，下一趟大巴要3个半小时以后。我们阴差阳错上了一个免费的大巴，说带我们去观光，观光网观光结束之后会回到市区，离我们的酒店就很近。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去哪里观光，这个是 Uncle、也不知道这个大巴为什么免费带我们去观光，反正就先上来了。第一次到日本旅行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北海道作为目的地，也是从那时起，我就迷恋上这片被白雪覆盖的世界。今天我又来了。流氷来る場所じゃないのでちょっと珍しい光景だと思って見てくださいっていうかラッキーと思って見てくださいよあのオホーツクの方でしたらね毎年のように流氷到着します。稚内のねこちらの方はもう日本海側っていう形なのであんまり流氷来ないんですよ。一路上还看见很多野生海狮和鹰，可惜因为镜头的原因都拍不好。哇，我们阴差阳错坐了一个当地的免费观光车，跟着来各个地方观光，是不是因祸得福呢？冷不冷？冷啊！我手有点僵，我腿一点都不冷，脚也不冷，就手有点僵。我觉得只要戴上手套就没问题了。这是日本最北端，过去拍个照啊！欢迎你来到，哇，你看我的鞋已经瞬间。我的评价是，你知道我买的鞋。便利的，素晴らしい。ロックですね。あ、そう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日本最北端的中古甲，北纬45度31分22秒，与北边的库页岛隔着43公里的中古海峡相望。这里除了有日本最北端之地纪念碑，就连自动贩卖机和油桶餐厅都被打上了最北端的标签。去完中古甲之后，大巴车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中古雪地上有动物的脚印。在公园里面骑雪地单车，帮我取一下。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就在这个湖面的中心，就是这辆拖拉机。远处是风力的发电大风车，夏天的话还可以去那边玩。玩这个 snowshoe 雪地徒步，还是在公园，雪地单车和这个徒步的装备都是免费的。你看地上这动物的脚印，不知道什么动物，它往山上去了，这个动物。这个一串动物的脚印，应该是鹿的，看这个是蹄子状的，西卡的，往山里去了它。这个要走一个小时嘞，从前面绕下去，往前走吧，把这个翻过去，往下走。个人被风吹倒了。放鸡蛋。这上面壮观吧？下山难，好陡啊！慢点，慢点。现在早上还没到6点，5点40分。我一个人起来，先出门去港口买票，然后坐船去旁边一个岛上，这个岛是像富士山一样，也是一个火山岛，很漂亮。现在外面很冷很冷。
我们应该往哪走呢？我们完全没走公里了。他们这有车来接，有一辆我杀掉。老弟，有车。没有提前查询观光信息，只知道这里盛产海带和海胆，就买了船票过来。码头的观光案内所的资料都是关于夏季的内容，冬季几乎只剩下登雪山一个选项。没有登山装备和经验的我们，只能乘坐公交车环岛一圈，在岛上四处走走。路都又改了。吃完饭出来就下大雪了，这才是真正的冰天雪地。我看你身上的血有多少吧，还好。你看我身上的血，哇，你看那个雪花可爱耶。你拍我身上的血是不是多一点啊？拍完就把它收起来了，可能要进水。のちょっとあの住宅みたいな建物あって、そのもう一個奥です。あれがまだ時間そうです、大体1時間ぐらい、うん。ここで待つぐらいなら中も入れるんで。ここもバス停、そうそうそう。あ、であっちの方がトイレもあるし。おお、ありました。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楽しんでくださ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嗯，他可能以为我们找不到公交车，其实我们是在拍照，拍着玩儿，抖抖雪。现在外面下真正的鹅毛大雪。哎，你看他们的，这里有俄语的字。现在我们去这里唯一的便利店，这里没有711，也没有罗森，就是东京有的这里都没有，这里只有他们当地的这一个便利店。你看蒙，你过来，你看那上面的那些路牌，包括这个，他们都有俄语的。全部都有俄语。志内，靠近俄罗斯库页岛，也许是日本唯一一个会在各种指示牌上标注俄语的城市。这里是日本最北端的城市，这里的 JR 车站是日本最北端的车站，这里的麦当劳也是日本最北端的麦当劳，这里的一切都会被冠上最北端前缀。连平均气温只有7度的志内，海胆滑嫩，蟹肉鲜美，还是全日本樱花最晚盛开的地方。在北海道的尽头，鄂霍次克海峡畔，整个城市很美丽宁静，远离喧闹，大地银装素裹，海鸥追逐着进港的渔船，如同一幅宽广无垠的画卷展现在我面前。在志内市役所可以免费获取日本最北端到访证明书，志内邮局也有独特的志内明信片，并可以盖上日本最北端邮戳寄回家，作为一份最特别的旅行纪念。这就是今天的目的地了，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泡温泉和吃海鲜。你是不是要吃那个卡尼？
はい、このスパー海鮮丼とカニつくし丼のズバイで、はい、はい、スーパー海鮮丼とカニつくしのズバイの方ね、はい、1つずつ一応丼、はい、谢呀、啊！不是啊，这个就是呀、啊。你说吃这个吗？尝一下，值不值？海鲜丼です。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的也到了，先看看你的，吃一口看看什么味道。五毛，好好吃啊。安静吃饭，自寿司，自己剥的米饭。这都不用蘸酱油，直接吃了。最后把这些伊库拉和米饭搅一搅，进入狼吞虎咽环节。干干净净，这个人也开的狼吞虎咽。陶乐轮，再按一下。陶乐轮两个。做吧，学基础。干杯！有点像木鱼。我们又来泡汤了，今天在里面多玩一会儿，穿了他们这里的衣服，大海一样的蓝色。准备了吗？那你看他吧，睁不开眼睛。来，他脱下裤。いただきます。完了，嚼不烂了。嗯？我有点嚼不烂它。
折的卖1000多，我买了。小城出没这里。海豹。就。